总体来说呢，把这个流程走下来之后，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最感性的认识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病人交接；第二个，我们还要做好防护，还有我们车的这种雪地的怎么来驾驶好，尤其可能发生多么恶劣的天气和情况，我们都要想到了，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呢，才能够保证完成这个保障的任务。